各位观众大家好，很欢迎各位观众来收看今天三次法第十七讲海商法总论与海商法企业组织。今天很高兴的请到我的好朋友林淑娟林律师啊，那他是目前这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成员啊，他的律师事务所叫做大成台湾律师事务所啊，那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代理律师，代理权的律师，那也是这个仲裁人。那他的学经历相当显赫，他自己有曾经是台湾师范大学的学士，那也是交通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的法学士啊。我们今天很高兴欢迎林淑娟律师今天到来。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大成台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律师，那很高兴认识大家，然后希望今天可以就是帮大家就是提供一些海商法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好，那我们今天的单元目标啊是这个有几个，第一个是海商法的意义跟特性，海商法的内容，船舶还有船舶所有权、船舶抵押权、海上运送人、海上优先权。那我们首先来谈一下海商法的意义跟特性是什么。那海商法它最主要是规定船舶在海上或与海相通之水面或水中航行所生司法上权利义务关系为主的一个法律。海商法的特性，第一个，航海之危险性。海上企业系以海或与海相通之水面或水中为其活动区域，其危险性极高，故海商法设有一、船舶碰撞；二、共同海损；三、海难救助；四、海上保险，来分担及减轻船舶所有人的危险。第二个特性是海上企业的大资本性，因为海上活动系以船舶为活动工具，需有庞大资本方足因应。二，所以海商法有一些规定，第一个，船舶共有制；二，船舶所有人有限责任制；还有三，海事优先权；四，船舶抵押权以之因应。第三个特性是海洋之广大性，海上航行之地区广大，对于各法之适用，应兼顾整体及自主性，这是我们海商法有特别规定。再来，我们海商法的内容啊，海商法乃规范海商企业主体以船舶从事海上商业运送活动为中心的司法，所以我国海商法特别在民国十八年订定以后啊，那二十年开始施行啊，那其中啊经历了这个四次修正啊，那共有153条，共分八章啊。那这个一般就是我们所谓形式的，当然有一些实质上面的规定啊。那所以我们大约海商法有哪些规定呢？一般就是有关海商企业主体的规组织的规定，有关海商企业活动的规定，还有海上危险的有关规定，还有四、海上企业的责任；五、海上保险；啊，另外船舶法、饮水法、行业法、香港条例等等啊，那都是实质意义的海商法。所以我们在海商法是有形式的跟实质的。那最后最下面呢，我们在谈到的是这个船舶，那个船舶的意义跟我们一般所谈到的了解的这个船舶意义可能不一样，因为海商法它最主要是规定是指在海上航行或是在于海相通水面或水中航行之船舶啊。那所以在海商法第三条就规定啊，船舶虽具海商法第一条所规定之条件啊，如合乎下列四款之一啊，除船舶碰撞外，不适用海商法。所以这边也就是告诉各位，我们这边船舶法所称的小船，还有军事建制之舰艇、专用于公务之船舶，还有第一条规定以外其他船舶是不适用我们海商法的哈。那除非真的有碰撞哈。所以我不知道说在实务上面啊，那我们从这边刚才谈到，如果湖泊的这个船啊，到底是不是我们海商法里面适用的船舶？基本上是不是，因为基本上它是与海相通或者在海上航行，所以那个部分它是它的要件所在。
那如果但是在碰撞的时候就可又又可以适用碰撞的时候就可能就可以适用这个部分就会变成在香港区域或者是不同的地方它可能有不同的区别这样、哦、所以观众在 对这个海商法上面传播要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定义上面它的传播是依照这个要跟海相通的传播才算但是如果发生了一些碰撞的时候那所有的传播是可以适用海商法里面一些相关规定、哦、那我们谈完了传播的意义以外我们来看一下传播的特性啊。那么海商法的传播、啊、在本质上属于法律上性质上面的物但却具有人格性传播应属物资分类中的动产但却有不动产的特性那这些都告诉各位啊，因为传播很大那看起来好像是个物可是因为他刚才谈到他资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又让他在这个适用上面又有一些人格性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各位谈一下为什么会如此、哦、那对于传播为物的原因是因为传播为物那因为具有动产跟不动产的特性那第二个是传播的人格性，传播的人格性可从它的传播的命名、传籍感跟国籍的方面来做一些了解，说它确实有人格性的部分、啊、那所以我们这边又来探讨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下列何者非认定海商法上面传播之要件、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就叫林律师。基本上针对这个问题，基本上要回到海商法的那个主题的要件去看哈，就是它海商法第一条的确是讲说，在海上航行或在与海相通的。水面或水中航行的船舶去看那这个部分来讲在那个船籍到底船籍因为船籍是船舶的人格性的部分那到底那个船籍的部分它不是认定海商法的一个船舶的要件其他部分都是那像 A 的部分基本上就是一个商船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基本上来讲就是船籍的部分不是它认定的一个要件是的对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认定船舶一个很重要的要件的一个题目、啊、下面的题目来讨论的是以下何者为海商法上之船舶啊？我们也来就叫林律师。基本上前面的部分 A 到 C 的部分，基本上来讲都是一个动力的东西而已。那事实上来讲，在 D 的部分才是一个船舶的一个要件，所以基本上来讲是那个高雄旗津的那个渡轮的部分，它才是一个船舶海商法船舶的要件。对。但是我们这边也有谈到船舶法，不是说有一些小船不适用海商法吗？对。那这个船舶现在那个有没有一些标准来认定什么是大船跟小船？大船、小船，它有在那个就是渔业法那边或者是相关的不同的那个法令里面，它有一个吨数的要求，所以那个部分要回到各个，比如说渔船、其他的船舶的一个吨数的要求这个部分。对，所以各位观众在试用这个船舶的部分啊，这个吨位的时候要在试用的时候要就个别的这个船舶、个别的试用法规要去了解清楚哈。对。下面的题目来谈到下列何者执行名义啊于船舶发航准备完成时起以其航行至次一停泊港时啊不得强制执行那这个问题我们来就叫林律师基本上所有的确定终局判决基本上都是可以强制执行的但是对于假扣押的部分基本上来讲我们只就船舶碰撞的债权人可以做一般金钱的债权基本上来讲这个部分我们认为说这个部分是不能去做一个强制执行的部分在发行之后对我们下面也是一个强制执行的问题、哦、就是海商法第四条所谓发行准备完成时依司法院公布之办理强制执行事件应行注意事项之规定下列叙述何者正确就叫林律师对基本上来讲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形式跟实质那事实上讲形式上面就是要获得当地行政主管机关的核准那有一个发行的一个准予放行那实质上来讲它也必须要完成所谓必需品的一个配给各方面的一个配置相关的海员之类就是我们海商法的一个就是那个发行的条件的部分所以事实上讲要两个都符合才能是一个发行准备完成是的对所以在认定上都有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些相关规定哦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再跟各位观众继续进行讨论那我们下面继续进行讨论这个相关的一个题目啊那这个题目是内容如下哈、哦甲公司之游艇啊，总吨位51.33吨之动力船舶，承载旅客由日月潭，与执行公务之警备船擦撞，致乘客受伤。下列关于甲公司与乘客之旅客运送契约之法律适用的叙述啊，何者为正确？我们来就叫林律师。基本上这个部分来讲，它不是用海商法的部分，它是 A， 然后它是适用民法的一个部分一个规定。对，
那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个好像这个题目啊，他本身不在问海商法，对，那其实他是在问这个船舶公司跟旅客之间的一个问题、哦。对，没有错，没有错。那谈完这个船舶以后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船舶所有权的问题啊。那船舶所有权在这个海商法里面是相当重要，因为这个来决定他这个权利归属，还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融资的问题啊。那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刚才谈到船舶虽然是动产，但海商法及有关法律之规定啊，却均采不动产制度而使船舶具有不动产性啊。因此，对于船舶所有权而言呢、啊，既具有动产所有权、不动产所有权的特性啊。那所以我们在谈到船舶所有权的一个范围，不仅指船舶的本体及其设备、属具也包括在内。所以海商法规定，除机安品外，凡于航行上及营业上必须之一切设备及属具啊，皆视为船舶之一部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认为都是属于船舶的一部分啊。那我们下面就要探讨一下这个船舶所有权呢、啊，下面这个问题啊，谈到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啊？我们来请这个林律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基本上第一个部分，他讲是船舶所有权、抵押权、租赁权非经登记不生效力，其实登记就有效力。那登记是一个对抗要件。那基本上来讲，我们认为说这个部分 A 的部分是不对的。那再來就是第二个 B 的部分，是以船舶的全部或一部共运送的契约，它基本上如果船舶所有权的移转，它一定会受影响，会转让往后转让的部分。那再來就是 C 的部分，它就是我们刚刚讲，就是它所有的权利，它都是一定要它登记是一个对抗要件，所以它是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那后面的部分基本上来讲，那个部分是说建造中的船舶，它一样是海商法的船舶。所以这个部分，它当然可以做抵押权的一个登记。对，好的。那我们下来哈，谈完这个船舶所有权，那我们刚才讲过，船舶都很大，那所以它当然如果自己，船舶所有权人有钱当然是最好，但如果没钱的话，当然总是会想办法去融资。那所以一般融资都是向银行来借钱，那这边就产生了这个船舶抵押权的问题。所以我们下面来跟各位谈一下船舶抵押权。那船舶为动产，但为了使以船舶为担保而给予资金之融通啊，各国的立法乃有船舶抵押权的一个制度的设立啊。那船舶抵押权就民法上之抵押权而言呢、啊，是特殊抵押权，其有关法律的适用啊，应优先适用海商法。海商法无规定者，只适用于民法的一些规定哦。哦，那船舶抵押权的设定啊，应以书面为之，其未以书面做成者，不生效力。又船舶抵押权之设定，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则船舶抵押权之登记啊，并非其生效要件。但海商法就船舶共有人以其应有部分设定抵押时，做如下之特别规定，也就是说，船舶共有人之一人或数人呢、啊，就其应有部分所设定的抵押权，不应分割或出卖影响。所以这个题目也是这个是相当重要，也是相当复杂的。所以我们下面的一个题目来就叫这个林律师哦。那我们这个题目谈到，甲乙丙丁戊共有一适用海商法的船舶，每人之应有部分各为20%。假欲将应有部分设定抵押权，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来，林律师。基本上因为船舶的那个就是他如果设定抵押权，他会影响到其他共有人的权益，所以基本上来讲，他这个部分的那个设定的话，需要其他共有人过半数的同意，所以答案是 A。哦，那这就是这个船舶抵押权哦，那有一些东西是要适用民法。那我们这边也就要顺便跟各位观众谈到，就是说，这个海商法当然是对船舶有一些特殊的规定，那当然它的一些规定啊，在海商法上面呢、啊，当然有优先适用。可是，在一些我们这个民事上面的一些规定啊，那如果海商法没有特别规定，原则上是适用民法，也就是说海商法是民法上的一些特别规定、啊、那下来我们谈完了以后，就可以谈到一些海上运送的一个部分了、啊。为什么？因为船舶总是所有权人。那他们总是要在以海为生嘛，那这个最主要是船舶的部分，就有可能会是运送货物或运送这个一些旅客的部分，但是这个海上运送人啊，才是这个整个海上企业的一个主体啊，所以是海上企业的运送人啊，那通常为船舶所有人或是船舶承租人啊，那由于海上运送啊，所遭之危险重重，而海上运送人对于实际负责船舶航行之船长、海员呢、啊，多非亲友，对其监督指挥多所困难啊。
如此海上运送的负担过重之责任啊，将不足以保护运送人，也就是船舶所有人之利啊，反将导致对于航海事业裹足不前啊。所以各国法律对于船舶所有人之责任啊，大都设有一些限制规定啊。那我国海商法第二条啊，第二十一条啊，就船舶所有人因海上运送而负之特定债务、啊，得以特定财产之价值范围内负责、啊，但如其特定责任限制之数额低于一定标准，船舶所有人哦应补足之啊。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海上运送人的有一些责任啊，那我们就有一些这个特别的规定。我们原则上有三个规定，第一个规定是负有限责任之特定债务，也就是说，特定船舶也就是船舶所有人得主张责任限制者，以法律所规定之特定债务为限，并非就任何债务均得主张责任限制。二，就特定财产负限制责任，船舶所有人之责任是不仅限于特定债务，且也限于特定财产。哦，那三，海商法就船舶所有人之责任限制兼采金额主义啊，那也就是我国海商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船舶所有人就其规定之特定事项所负之责任啊，固然以本次航行之船舶价值、运费及其他附属有为限，但如船舶所有人依海商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所负之责任限制数额低于下列标低于一定标准者，船舶所有人应补足之啊。那再来另外一个第四项的部分呢、啊，得主张责任限制的主体啊，得主张责任限制为船舶所有人。那所谓船舶所有人，包括船舶所有权人、船舶承租人、经理人跟营运人啊。所以下面就有几个问题啊，我们想请跟林律师帮我们解答一下，就是下列的债务啊，那船舶所有人得主张责任限制有哪些？基本上这个主张责任限制，它必须要跟船舶有关系的部分，直接关系的部分。所以这个题目基本上来讲，在第一的部分就是操作船舶直接所致人身伤亡，对损害的所造成的损害赔偿，对。那我们都知道这些限制啊，那对一些其他的一般债务人啊，是不是会造成权益上面的这个受限制呢？可是因为这个部分就是海商法它本身要保障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海商法是民法一个特别法，所以事实上来讲，海商法因为它在海上航行其实有相对的很大的风险，然后还有就是说它必须要让船舶所有人他们愿意出航，可以承担这样的风险，所以这个是海商法的一个本质的一个立法的一个想法。对，所以这就是海商法其实有很多的一个立法上面的考量啊。第一个，我们就希望我们的航海事业能够蓬勃发展啊，那也就是那可是因为整个航海事业确实风险性很大，如果不将这些产生的风险啊予以设定一个限制的一个赔偿的金额、啊、或者赔偿的范围啊，那会使得很多人裹足不前啊，会使得一个国家的海商事业啊因而这样子的没办法的一个推展啊。那所以这也是整个全球啊甚至全世界的一个立法的一个趋势啊。所以下面我们来再继续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假为散装船台铁一号所有权人将台铁一号以光船租赁方式出租予乙，经因船夫超船过失致使船舶搁浅、货舱破裂、铁砂大量外泄，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以下关于环境污染之叙述啊，何者正确？那我们来就叫林律师。因为基本上以他在我们海商法来讲，他就是一个船舶承租人。那船舶承租人在船舶所有人里面，他也是所有权人，所有人的一种。所以基本上来讲，他也可以主张责任限制。所以答案是 D。对，所以不见得说你要真的拥有那条船，而是说你是不是能控制那条船为主啊。这可能是在海商法上面哦，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哦。那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再跟各位做其他的议题的探讨。所以我们刚才在最后面谈到了一个是这个得主张啊责任限制的为船舶所有人，不是船舶所有权人，也就是说船舶所有人是包括船舶所有权人，那船舶所有权人可以把它船再租给别人啊，所以船舶承租人也是船舶所有人，那这些都是可以主张这些限制责任限制的一些主体啊。那我们下面一个题目啊，再就叫林律师哦，就是说在下列何种情况船舶所有人得主张海商法第二十一条之船舶所有人的责任限制啊，那这边有四个选项啊，不知道说这个林律师这个帮我们分析一下。他基本上来讲，就是在这个部分来讲，他是就是
打捞他那个部分来讲，就是在 B 的部分是在船舶的港区沉没或者港务局代为打捞之后，向所有权球场的这个打捞费用可以主张责任限制。其他的关于那个共同海损啦、救助报酬或者是油污的部分，那甚至你定的那个打捞契约的部分，都是不能主张责任限制的，因为那个部分还是属于私人契约的部分啊。嗯，对。好的，那再下面一个问题是，下列何种债务啊，船舶所有人不得主张责任限制啊？那我们来就叫林律师。对，基本上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共同海损的分担额这个部分来讲，它是不得主张责任限制，就我们的 C 的部分。那其他的部分，基本上来讲，就是在船上操作船舶造成的人伤或者是财损的部分，或者甚至打捞的费用，然后还有就是救助的救助所导致的一个损害赔偿，都是可以主张的。所以基本上是共同海损的分担额，它是不能主张的。是的，对。那我们谈完了这个船舶所有人的责任限制的部分啊，那我们下面要谈一个这个在一般这个陆地上比较不容易发生的事情啊，也就是说这个海事优先权啊。那为什么海事优先权的出现呢？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要促成这个海上事业的一个蓬勃发展啊，那我们就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法律配套。我们刚才讲过了，对船舶所有人的一些责任限制也是在鼓励这个海洋事业的发展。那我们下面这个海事优先权其实也是如此的一个规定哦。那所以我们这个到底什么叫海事优先权呢？那是指因船舶而生之特定债，其债权人就该船舶及其收益啊有优先受偿之权啊。也就是说，因为在航海过程当中啊产生了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特别是民法上面的一些债的问题，那我们海上法特别是用特定之债啊来这个规范，那他这个债权人对于船舶本身还有他的一些收益啊，他有优先权。那到底这个性质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认定呢？一般学者认定，海事优先权是一种法定担保物权，海事优先权不因船舶所有权之移转而受影响，也就是说他会一直跟着跑哈。那我们刚才讲过，这个船舶啊，它有不动产的特性，所以它有一定的这个登记的要件哦，那也是一个对抗的必要的一个做法哈。那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样规定海事优先权呢？我们是采法定列级主义，就其所列的债啊，实有优先受偿权。那这五个就很重要。第一个，船长、海员及其他在船上服务之人员啊，本于雇佣契约所生之债权。二，因船舶操作直接所致人员伤亡，对船舶所有人之赔偿请求。三，救助之报酬，清除沉船费用及船舶共同海损分担额之赔偿请求。四，因船舶操作直接所致陆上或水上财务毁损灭失，对船舶所有人基于侵权行为之赔偿请求。五，港埠费、运河费、其他水道费及引水费。那我们刚才谈到了他的这个海事优先权啊，在球场的这个标的是以海上为限，即船舶及其收益两种哈。那船舶当然就谈到了，是不但是船舶本身，即其设备、属具或其残余物也包括在内。那对于船舶的收益有四种，在发生优先债权之航行期间内的费用，还有二，船舶所有人因本次航行中船舶所受损害或运会损失应得之赔偿。三，船舶所有人因共同海损应得之赔偿。还有四，船舶所有人之航行完成前呢，为施行救助所应得之报酬啊。那海事优先权因为跟其他的这个权利总是会产生一些这个冲突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我们有如果是同次航行的海事优先权啊，那其发生在后的优先啊，那这也是有它的道理。因为如果发生了一些船难或是一些危难呢，我们总是希望有人去救。如果说是只有前面这些优先，后面的就不会想去救他，那就有这些规定。那不同次的话，即采用后发生者优先于先发生者的原则。那再来就是，如果海事优先权抵押权留置权的一个冲突的话，依海上法其优先位置这个规定啊，留置权啊是在海事优先权之后，但在船舶抵押权之前啊。那这个时效的部分就是一年内要去做。那所以我们下面呢、啊、有这个几个问题啊，要来讨论一下。我们请一下这个林律师来谈到哈、哦，这边规定谈到下列债权呢、啊，何者依法无海事优先权呢、啊？
这个部分就要回到海商法24条的规定。那基本上来讲，就这个部分来讲，它在第一油污损害的那个赔偿的部分，基本上它不是它列举的一个优先权的部分。那再来就是那个救助的报酬跟船员的薪资啊，运河费用啊，那它都是有规定在我们这个海事优先权里面的、啊。那你觉得它这个为什么在油污损害之赔偿啊，却不能列入这个海事优先权的立法理由呢？因为事实上，救助报酬跟船员薪资跟运河费这个部分，可能在这个就是海事的部分，它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费用。那在油污损害这个赔偿的部分，一般来讲，因为它的那个损害一般来讲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部分再让它去进入一个，因为它有可能也牵扯到港区的一个环境法各方面那些部分。那所以基本上在这个部分，为什么我们还是优先权这个部分没有列举进去？对。那我刚才有在谈到有一些海事优先权，它有个位置问题，也有谈到一些他们之间的一个竞合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海事优先权、抵押权跟留置权。这个位置啊，在一些这个冲突的时候呢、啊，那为什么我们确实把这个海事优先权啊、这个跟抵押权跟留置权的、啊，特别是把留置权啊放在海事优先权的后面，但是在船舶抵押权之前啊，那这个是有什么特别的规定、特别的一个思维吗？因为基本上来讲，就这个部分，因为海事优先权基本上为什么会在船舶抵押权之前？因为基本上来讲，船舶抵押权它本来就是一个优先债权的部分。那如果说我们在海事优先权的部分，因为它基本上还是要保，就是有一个航行上的一个需求。如果说它这个海事优先权的部分它没有先清偿，那其实抵押权的部分也出不来。对，没错。所以我们就是要确保这条船存在。对，这个部分就是一个船舶的一个保存性啊，基本上。如果能够确保本体，才后面的那个的一些赔偿才能够有给付的一些可能哦。对。那在下面一题我们谈到的是说，海事优先权的标的呢、啊，那不包括下列何者、啊？也就是说这边有四个选项，我们请林律师来帮我们解答一下。海事优先权的一个标的，基本上就会回到原来的那个就是优先权的一个部分哈。那基本上来讲是在A 的部分发生优先权之航行期内的已收取的运费，基本上来讲它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对，那这边另外还有这 B、C、D 的选项啊，也谈到就是船舶设备及其属具跟它的残留率啊。那我们刚才有谈过，这也是财产属于整个船舶的部分。对，在船舶所有人因本次航行中啊，船舶所受损害或船舶费用损失应得之赔偿啊。那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个赔偿也是属于我们海事优先权的一部分、啊、对，没错。再是D的部分，船舶所有人因共同海损、啊、应得之赔偿、就是、及船舶所有人在航行完成前、啊、为施行救助所应得之报酬、啊、那这个也是都规定在这个我们所谓海事优先权的部分、哦、那所以这个答案、啊、只有 A 不包括而已、啊、对，没错。那所以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同航次啊，那刚才讲到同时航次，但是以这个后发生者优先于这个发生者、啊、那这个为什么同样的不同航次却也有这个问题呢？那基本上还是跟刚刚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它后发生的部分，基本上来讲它要先处理，它基本上让这个船它还是本身是可以有航行性的，有各方面的一个就是保存的一个问题，所以它为什么会先后的部分它会有不同的一个优先性。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到，不管是这个优先海事优先权啊，它这个设立啊，我们特别订定个后发生者优先于先发生者，也就是说我们先希望这条船啊，能够它的不管它船舶本身也好，或是它产生的利益，或是它产生任何的损害赔偿啊，我们都希望能够先确保下来。那所以后发生者就有必要以优先于先发生者哈。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各位探讨的部分了、啊。那么谢谢林律师，谢谢，那我们也谢谢各位观众。谢谢。